同学，这是北门高中的北门高中的王丽丽同学、金子薇同学、曾怡敏同学。这个北门龙宫的有王云思同学、吴国祥同学、林轩义同学。港林高中啊，有郑小金同学、徐国富同学。这是我们高中部有三所高中学校啊，这是在我们这边也是鼎鼎有名的明星学校啊。好，请同学们继续上台。由基金会的主委啊，由我们基金会主委苏秀丽区政顾问啊颁发助学金，然后由庄东硕会长颁发奖状。好，那我们也恭喜哈戴荣吉基金会的创办人也上台，跟各位亲爱的同学鼓励鼓励哦。那时候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资讯社会，你看我们得自主意识五育兼优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拿到的奖学金是公共的学校，而且现在完全到他们身上，他们也是真的感到我们自己会非常的贴心，能够去帮助他们，而且能够鼓励他们，这是一个社会上非常优质的一个师姐会。加油，让你们的学业能够办。
回家里辞职会。好，感谢家里辞职会，真的这一的工作哈，做的非常的好。好，恭喜我们家里国中的同学，嘉兴国中的同学，接下来国中的同学，北南国中的同学，西南国中的同学，嘉兴国中的同学，其他国中的同学，你们拥有成绩了，能够继续再接再厉，恭喜你们。好，感谢我们创办人戴荣吉董事长以及我们的主委苏建进区的主委，还有东硕会长的安正浩。舞蹈会长